你的事。来，五、三、二，哥姐教你的事，让你看懂生活大小事。哥佳姐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请问你喜欢的男生的类型是什么样子？哦，我想想哦，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暖男的。软男，对，软男。哦，哎，我最近学的画画，画给你看。好。软男，软男，软男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拜托，你这个是软男，我说的是暖男，温暖的暖。哦哦哦，那就是这样子嘛。你们暖，你们暖，你们暖。你这不叫暖男，这叫耳男吧？那到底什么是暖男啊？哎，答案就在影片中。豆豆，阿豆，要扶他起来吗？可是，算了算了算了。但是会不会？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。同学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女生说没事就是有事，没关系就是有关系。来，我扶你起来。不用了，没有关系的。那就是有关系，起来吧。我的脚啊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就是有事。我看你的脚伤成这样子。应该已经回不去了，哦，不是，是走不回去了。不如我抱你吧，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，有关系。那就是没关系。好重啊！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。陶飞。活泼的美少女，美少女，美少女，你跌倒在这边，你不会把我扶起来吗？同学，地球是很危险的，赶快回火星去啦！哎呀！同学，你有事吗？我数没数啦。没事就好了，我走了。你是没有听过人家说，女孩子说没数就是有数，有关系就是没关系吗？没有，走了。你很冷血动物呢哈，连乌龟都可以成为忍者龟，还是有需要的人呢？你看到有需要的人是不会帮一下的，快把我扶起来。好了。这就是暖男哦。对，不对，这是暖男的负面教材，叫做冷男。好冷好冷。这样想好像也是，要是我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也会因为想太多而没有去帮助到别人。所以当这社会上如果人都因为想太多、顾虑太多而没有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话，那这个社会只会变得越来越冷漠，越来越冷漠，越来越冷漠。所以我们需要培养主动、积极、勇敢的品格，让我们可以成为这社会上的暖男跟暖女，将我们的温度带给这个世界。没错，在第一集的时候我们讲到品牌价值，那么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，就是你和我可以去努力的品牌经营哦。没错，暖哥、暖姐教你的暖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呦，很臭臭什么啦？来，哎呦。
哎呀，这个！你有没有看过蝙蝠侠对超人？蝙蝠侠怎么赢过超人的呢？你不是蝙蝠侠，你不是蝙蝠侠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是飞鼠侠。为什么是飞鼠侠？因为飞鼠侠没有。